来看特别绝种的高屏鹰，这几冬哦，伫台南生态了袂歹，也唔过台南市野生动物保育协会最近哦，伫二林溪伫进行生态的调查，按外山的相机哦，拍到一挂流浪狗啊，假死高屏鹰的幼鸟啊，以后有动保处得爱重视。感觉危险靠近，高屏鹰的亲鸟是徛伫树头前来警戒，但是面对这只幼童犬来，白皮肥腻。这栋幼童犬甚至将幼鸟拖出去树外口来攻击，后小只离开，一直到幼童犬离开了后，亲鸟才回来，将已经死亡的幼鸟尸体邮回来树内面。看到这段让人心碎的画面，监测高屏鹰生态协会人员也相当的不甘。也可以去推测，就是这个幼童犬的行为，它并不是为了觅食，它其实单纯是为了好玩，所以它只是把它咬伤或者是戏弄，所造成一些伤口，所以它。这个部分我们会觉得非常的惋惜。协会监测原本有五只卵拢属于捕捉幼鸟，但是经过这次的灾难，高屏鹰的亲鸟也真伤心，飞离开这个伤心地，敢若留下两颗。其实幼童犬攻击保育类的野生动物是常常有听到。先前两件嘛发现穿山甲去用攻击死去，民间的团体是呼吁，唔通放幼童犬出现伫个生态敏感区。野外或民众通报。看到没有细绳的浪狗，就应该要想办法把它抓起来，然后移至好，不应该再让它放在野外，因为野外是野生动物栖息的地方，尤其是珍贵保育类动物。哦，它有可能伤害野生动物，也有可能会伤害到那个路过的人，所以呢，就犬只它不应该是被放任的，回放这个部分应该要再被审慎的检讨。所以我们针对生态敏感区以及人犬冲突的高密集区域呢，都会加强捕捉管制来移除，而且捕捉的游荡犬呢不会再回置到原地。根据林业署界分署资料显示，高屏鹰是属于保育类第一级濒临绝种的野生动物，本岛主要是分布在嘉义、台南、高雄、屏东等西南边缘的区域。近时市高屏鹰保育行动计划推动在地的保育工作，这次发生的地点二林溪的区域，其实林业署公告高屏鹰的主要栖地之一。但是随着林菩萨的政策，回坑幼童犬跟野生动物的冲突是渐渐变多，就看政府要如何去评估，考量找合平衡点。记者王正宏台南报道。